Advanced Energy 推出的 Artisan LCC AC DC 电源采用无风扇设计，通过传导进行冷却，封装于坚固耐用的密闭外壳内，可选用符合 IP65 防护等级的防尘防水外壳，现有型号的输出功率为250瓦或600瓦。那么 LCC 600系列的输出功率是多少呢？在从零下40摄氏度到85摄氏度的宽基板工作温度范围内 ，LCC 600系列电源能够提供600瓦的全功率输出。这与市场上的许多电源不同，大部分电源通常在大约超过55摄氏度时需降额使用。对于那些有预算购置更大或更多电源的用户，将受益于该系列的高性价比功率曲线。LCC 600电源支持通用的90伏至264伏交流输入，并支持可选的180伏至305伏交流输入，因此无需进行任何调整，便几乎可以全球通用。可用型号支持12伏、28伏、36伏或48伏的单路直流输出，调整范围宽，并可提供5伏备用电压输出。这款电源的外形尺寸为4×9英寸，高度小于 1U， 典型效率为93%。这款电源非常适合那些要求电源及其供电对象处于同一室外环境的应用场景，例如用于户外标牌的大功率电源，以及用于电信天线、基站设备等通信基础设施的大功率电源。这款电源同样适用于室内，如控制台、室内标牌和医疗设施。由于没有冷却风扇，因此有助于将灰尘和噪音降到最低。针对 BF 型应用，提供有医疗安全认证版本，适用于患者监测系统、超声设备等。 LCC 600系列的所有电源均采用符合 PM Bus 的 I2C 通信接口，便于远程设置和监控。得益于其详尽的技术参考报告和突出的技术支持，您可以将 LCC 系列轻松集成到您的设计中。如需了解更多技术信息，请查看 LCC 系列的数据表，或联系 Advanced Energy 与其技术专家沟通。